等着急了吧？我第一次遇见男厕所这么多人，还得排队。毛哥给你转了5000块钱。啊，是吗？是吗？毛哥说你问他借的。对。那你缺钱为什么不跟我说呀？我没有，我。没钱是吧？不是我，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？我过两天就还他了，我没当个事儿。那你过两天给我不就行了吗？你知道你有碰到人找你兄弟，你不知道找我，你过大当兄弟啊？严肃点儿。我说顺嘴了。不是你就觉得我只能给你通关，不能给你补关？我是不挣钱还怎么着？能，我就是不好意思跟你说。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我们要过一辈子呢。再说了，你哥们现在又不在你身边。啊，你说什么？说你兄弟在不在你身边？不是，上一句，上一句。上。我说顺嘴了，我承认你。很多年了，那是我把1000块钱退回去了。我是不是给你转了1万块钱？下个月请我吃好吃的。好，说完了。是啊，完事儿了，说完了。